就是看起来变成像鬼屋。不会啊，他们永远不来，他们就永远没办法接近这一个鬼屋了。后来他们就去租九份教会啦，就是刚才我们去看的那个长老教会。牧师人也很好啊，所以后来几年都办在那里。秋节过，一条街都是那种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心情像江歌。外科两个字，只剩下轮廓，我都不知道。